小叶子，人家斗地主，你在这凑什么热闹呢？你会玩吗？来，给你好吃的黄瓜和鸡胸肉，你要哪个？哟，只拿黄瓜，鸡胸肉不要吗？不要。小臭鼬真的是太爱吃黄瓜了。目前我还不知道哪种蔬菜可以超越黄瓜在他心中的地位。反正只要有黄瓜，他肯定就先吃黄瓜，吃的还嘎嘎脆，听得我都馋。各种水果他也是非常喜欢的，但是一定要少吃，因为含糖量高。想让他健康，就要多吃蔬菜蛋白质，少吃碳水。至于你问我为啥我家臭鼬吃的这么健康却还是胖，我想这是囤积脂肪为了过冬做储备的天性吧。